这不该的是官员来挤进商务舱，这很不对。我们过去没有做好的这件事情，回来等赛事过后一定会查明就责，查明就责，查明就责。体育署已经出示文件，过去多次要求承办单位一定要给选手做商务舱，但这一次因为赛事延期及疫情的要求要比较大的空间，所以还包了整架包机要专机来去，但却因为没有事先给选手做最好的安排跟妥为说明，尤其最不该的是官员来挤进商务舱，这很不对。那我们一定会查究相关责任。至于我们对于选手现在最最重要就是要给在比赛期间照顾好相关各种食宿衣、各种运载等等，都要给选手做最好的后勤，让选手们为国出征得到最好的成绩，才是国人的期待。那我们过去没有做好的这件事情，回来等赛事过后一定会查明就责。